哎呀妈呀，你来了，自拍对口型，这么潮你敢吗？陶醉人，嗨人，穿越人，摇滚的，恶搞的，快把你的视频传过来，我们要找的大明星就是你，扫码扫码。哎呀妈呀，你来了，综艺主持群招募进行中，就等你了。全程热恋反选季收官，情感评论员阵容全面升级。爱情这东西吧，非常自私的东西。你们这16个，我告诉你，谁出来拼都不好使。跟老王平起平坐，让小伙子都害怕的男人究竟是谁？啊！别急啊，大哥，别急，别急，别急。你说红事办变白事儿，这心咋这都晃呢？最后一期谁会幸福牵手？本期秘密整形全程热恋，辣眼睛的好看。贼东北，贼靠谱，贼实在，欢迎黑吉辽所有单身的姑娘小伙到这来相亲找对象，我们在长春等着你，欢迎现场所有的观众，欢迎大家，欢迎欢迎，谢谢。我们今天的这一期节目也是我们这一季全程热恋的最后一期节目了啊，所以一说到这儿总觉得还会有一些遗憾的哈。大多数人可能是觉得不舍，毕竟还有几个我们的老门柱是吧，咱们还没脱手，还没脱单，但是每当这个反选季辞旧迎新之际啊，王哥内心总有一种无比的渴望，终于16个小伙要下去了，16个美女要上场了，下周我们看到的就是16个姑娘了是吧，重色轻友啊，非常典型啊，一听说是最后一期，好多人急了，观众急了，粉丝急了，找对象的男孩急了，女孩也急了，在今天这最后一场，有人特别特别着急，啊，我要介绍一下特别来宾，我们这一场的特别来宾，他们不是应邀出场的，不是我们发出邀请，他们应邀出场，他们是硬要来的，啊，我们拦都拦不住，啊，这两位特殊的来宾，我们大家想见不？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看看。大家好，好，你好，你好，你好，大哥，所有的工作人员，大家都好啊，都好，欢迎欢迎。我先不介绍，大家来分析分析，能不能分析出来是谁？啊？谁？哎呀，你看那边那观众，那边那观众，九号他爸呀，九号他爸，看出来了吗？像啊，啊，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九号高副主任的爸爸妈妈，啊，真像啊！我这放这一立，我说两句吧，说两句哈。嗯，我那个特别的着急呀，我这个儿子说媳妇啊，啊，我跟我儿子整的也不睦，成天这个我一叨咕人家就来气，一叨咕来气啊，我这个就撵来了，我不他不知道我昨天就来了。啊，为了这个到栏目组，我现在都见见面啊，左一期右一期的，我儿子这玩意也不动动真格的，给我领家一个去啊，我今儿个我就领我老伴儿啊，今儿个到场啊，高低拿过一个价，领过一个价。第一个我表态啊，今儿个要领不回家去，我儿子跟我
我不要儿子。我这些年我这牙用啥？我没钱吗？我镶不了牙吗？啊，我就寻思儿女双全的，我镶牙啊啊，活着有劲啊啊。哎啊，今儿个我告我儿子是最小心的，嗯，让我骂的不敢着家，都不敢着家了。那可不是，我着急呀。是，一上谁家喝酒去啊？人家问老高啊，你孩子多大了？啊，我说29，30来岁了。啊，订没订婚呢？没磕，没法说了就。脸儿没处放是不是？我着急啊！我这人吧，不缺别的，就缺这个脸。啊！我寻我儿子给我领回一个去，我就脸长脸了吗？是不是？我这一晃三十年了，就是从小到大，就是做任何事儿，我都有个度，我都让我爹妈放心在外边。我认为孝顺吧，就是说顺老人的意就是孝顺。你要是老人不顺意，他情绪不好，老人不快乐，他就不是孝顺。我做什么事儿都会考虑我的父母的心情，但唯一就这个婚事，我是真没给我爸我妈长脸。我来人，其实我家别说了，太激动了，今儿给你把媳妇领家去，咱爷俩喝好。好。哎呀，不干净啊！哎呀，你看大哥这好气劲儿。是是是。再多的我就感谢啊，咱们全程热恋栏目组工作演职人员。哎呦呦！谢谢你们，老王和这个亮子妹妹啊！哎，谢谢你们，也欢迎你们啊！应该的啊！也欢迎你们，给大哥找个座吧，南北哪都行啊！哎呦，这就是啥呢？儿子没效率，爹妈要出手了。是是是是，今天就高低把儿媳妇这事儿定下来，是吧？是。我看呢，这样，大哥大嫂，今天来了，咱别站着啊。啊，是。老王这旁边有地方，您二位要不介意的话，咱就坐旁边。就坐那儿，行不行？啊，谢谢。好吧，啊。来，美女，有请工作人员给我们上两把椅子。我给你做了一个东西。啊。我给你取来。什么？做还做个东西？啊。儿子，这不能让你爸送，你得自己来取来。我说大哥大嫂啊，你俩这是带武器来的，还是重武器？是，来来来吧，你爸妈给你准备的厚礼呀。把媳妇领回去，比啥都好。转过来，来一家三口。哎，你看，哎，你看，哈哈哈哈哈！等着吧，等着别带货啊！啊，对，那咋的也不是那种事儿，像油该似的，你就拿着就这么过去。我就求的务实。好，好，回去吧。加油加油，来吧大哥大姐啊。哎，好，咱今天就往老王这儿一坐，行不行？好，四个姑娘咱们一一面试。好，来，请我们工作人员拿两把椅子来。哎呀，欢迎啊，欢迎，欢迎大哥，欢迎。哎，好，欢迎啊，欢迎二位。感谢金源种苗的大力协助，金源15抗低温保全苗，金源15抗旱高产一等粮。牵手成功的男女嘉宾将会获得由吉林省环球国际旅行社提供的港澳豪华五日游。感谢吉大化肥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感谢卓姿乔雅女装对主持人服装的大力支持，谢谢。好，首先有请的是我们今天的第一位姑娘，这位姑娘来自吉林。Hello， 大家好，我叫李涵默，今年24岁，来自吉林省磐石市岩土山镇。我的爱情宣言是：赚钱炒菜，我有样；羊汤西施找对象。好。你看老王那边没觉得很热闹吗？很拥挤吗？
多了两个人。来认识一下，高叔，你高叔，你高婶。你好，高叔高婶，九号的啊？什么九号的？九号父母，因为长得很像。那因为高叔高婶在，你会不会紧张啊？嗯，还好，还好啊。啊，好，来看这个羊汤西施的第一个短片，了解一下。Hello， 大家好，我叫李涵墨，今年24岁。看，这就是我家开的羊汤馆，走，带你经理去看看，好不好喝呀？我家羊汤，谢谢。我家楼上楼下100多平呢，平时就我跟我妈两个人忙活。妈，全身练来了。大多数的时候，我妈负责后厨炒菜，我呢负责前厅服务员和收银员的工作。妈，跟大家伙打个招呼。我这姑娘呢，20岁就跟我做买卖，就不愿意给人打工。挺多人给介绍对象，就是不看呢。还有很多人管她叫羊汤西施。哎，我就是跟她可上火。这不等着上全身热恋呢吗？平时忙不过来的时候，我也帮我妈做后厨炒菜的工作。我的拿手菜可多了。东北锅包肉、溜羊肝、溜肚条、麻辣豆腐、尖椒干豆腐都差不多。当然，我最拿手的还要数我调的羊汤跟烙的馅饼。来到羊汤馆，一定要尝尝我家的羊汤，看看我家的羊汤又香又浓。看看，这就是我家的馅饼，别人家的是圆的，我家是长的。袁农山就有一家有这样的。我们这店儿从早上7点多开门，一直得忙活到晚上8点多。白天我们娘俩就忙活店里的事儿，晚上忙完了，我们娘俩有时还喝点小酒，聊聊心里话。我找对象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必须跟我一起好好的孝敬我妈妈。来，干杯。干杯。九号高副主任，美女，我看时不时的跟阿姨喝点啊。少喝点。能喝多少啊？这么点吧。本身吧，我就不喝酒，我偶尔喝是没办法的时候再喝。几乎吧，说实话，有的人看我肚子大，说这家成能喝了，其实不是那样的，我喝酒过敏。不是在家一点不喝吗？大哥，不喝，轻易的不喝，轻易不喝，非得是，非得同学啥逼上，他这一喝喝一瓶啤酒吧，过敏，身上过敏。那这过年过节的，跟我不一样，谁能陪你喝点啊？就我哥也喝，都不能喝，我们家孩子都不能喝。那你说儿媳妇要是能喝点，你感觉怎么样？那是最好的。不陪我喝，还能给我倒点酒呢，想起来了。哎呀，你看看，你看看啊，标准不一样。来，十号李世林，那个馅饼挺好吃，羊汤挺好喝。嗯，叔让我们尝尝咋的？带了？带了，必须给你们饱口福。带派，哎、没毛病。这特地带来的？对，特意带来的。呀呀呀，这是真有心呐哈！来，放哪儿了？放梁哥那儿了。梁哥那儿了。梁哥呀，馅饼送上。确实这味儿啊，这闻着味儿都很香啊。牛肉圆葱的是吗？味儿好啊，真是吃大毕业的。这个该说不说，真挺好吃啊。这就是差点汤啊，太好吃了。要的还挺般，要的还挺多样的啊。那有点汤更好了。嗯，太好吃了。哎呦，还有我的呢。呀，那我就还剩几个了？剩一个了哈。那我这个奉献出去吧。来来来来，姑娘拿，给那个谁，给你那个叔叔阿姨啊。老王，你就别吃了，吃大毕业你也别吃了啊。高婶，哎呀，我这个应当给你吃。这个你太辛苦了。你们俩吃完了，你们俩说好，尝一口，尝一口，给点点评。慢点吃，慢点吃。李世林，那啥馅儿的呀？十号，这是不是酸酸菜肉的？好像什么肉的吧？太好吃了，馅饼一点都不腻，而且是肉馅的，老好吃了，真的。十二号随机龙啥馅的？牛肉圆葱吧。馅
现在一共仨馅儿的啊。石亮哈马哥，好像猪白菜的呢。哎呀，四个馅儿的，挺好。跟开说不说挺好吃，就是有一点我跟你说，跟你提点要求啊，一点建议，拿少了。好吧，我换下一个话题。朋友眼中我最大的优点就是对感情专一，属于超级付出型。我自我评价属于对感情不撞南墙不回头，撞了南墙也不觉得疼的那种。比如我第二段感情，男友赌博，很多朋友劝我这个男的不靠谱，那我还一直坚持跟他处了一年多，对他好，他缺啥给他买啥，想吃啥就带他去吃，一次兜里就剩200多块钱了，他说要吃烤肉，我还是硬着头皮带他去吃的。虽然相处过程中我能像王子一样宠着你惯着你，但你要是惹到我了，我火爆的小脾气就会随时上线。我曾经把我前男友的衣服剪稀碎，我这火爆的小脾气你可千万别惹我，如果惹到我，我可有的是招对你。好了，我也没有啥说的了，如果有喜欢我的赶紧往上冲吧。还等啥呀？是吧？你咋灭灯？这么优秀的闺女，咱们就领家去了。你咋灭灯了呢？对男前男友太好了，他主要是我不喜欢这个女朋友对前男友，你说剩200块钱，还得将就将就，请吃肉串，我接受不了。你那个、他这么对你付出，你还接受不了？两个人的感情，我200块钱他能掏出来都给你买吃的，啊？我希望是我用200块钱给你买吃的，就是我比较属于愿意付出那个。那你为啥非得是站在他那个角度呢？是不是？因为他是他，你是你，你为啥把你跟他扯到一起了？因为男人吧就应该照顾女人，那你看你女孩照顾男人，我接受不了。这不是，我是属于儿子，这不是，两口子话就是你帮我，我帮你。你得这样事儿的，那这个也对不对脾气，那也不对脾气，这么些鸡都不对脾气，咱们不说媳妇了呗？别急啊，别急啊，大哥，别急，别急，别急。我这一看，这高叔是真捡了啊，可以高副主任塑像的。前面俩那牌子啥意思啊？啊，爱情的东西吧，非常自私的东西。你们这16个，我告诉你，谁出来拼都不好使。后边老咱看看这老爷子究竟是怎么治这16个小伙的。对，高副主任，你是这么个道理，谁都有困难的时候，你但凡遇到点啥事儿了，你兜里没有钱了，你看你女朋友能把仅有的200块钱拿出来，能你想吃肉串都让你吃个舒舒服服的，偶尔心里得劲儿。他是一直最好的。你前面俩那牌子啥意思啊？啊？要我说，大哥，听你爸的意思，必须今儿个必须得领走。别急，这才第一号姑娘啊！对，大哥，那个还是给灯亮起来比较好。这个女孩子上哪找去？她能为你付出，她就终身能保护你、爱护你。他不为你付出的，他能爱着你吗？这就是父母的眼光，父母的视角啊！是啊！韩墨，我告诉你，在播放你第一个短片的时候，你叔和你婶就不住的说，这姑娘带劲，能干。哎呀，姑娘他妈一看就是个实在人，是不是？啊，对啊！你看，这高副主任这嘴都能挂上浆糊瓶子了啊！来看12号随机龙。不是那个叔叔阿姨，你一共才剩最后一期就剩4个了，你们准备报员吗？给我们留几个，还有3个呢，你这都着急，我们都得战神了。我们今天这个爱情的东西吧，不是你让来我让去的东西，非常自私的东西。好，我今儿个，那我今儿个也就这么说啊。今儿个我们就看好这闺女，我们必须领走。好，你们这16个，我告诉你，谁出来拼都不好使。大哥，这属于战胜了。啊，高超啊，你要有你爸这冲劲儿，早都牵手成功，早领走了啊。
老王跟燕子，我有个要求，就是说的我儿子现在灯已经灭了，我们老两口也到这个现场了，我觉得这个姑娘挺适合我家，不知道姑娘对我儿子有没有什么好感，要有好感今天高低牵走。我看出来这当妈的好像比当爹的还急，是大哥咋看的？大哥我听听你的意见。大哥我现在瞅着半天了啊，我看吧这个不能听他的了，听听闺女的意见吧，反正今儿个我跟他说的明白，今儿个高级得领回去。哎，就这么一句话。叔叔阿姨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这么看好我，但是强扭的瓜不甜。嗯，这我爸我妈这么整，你说我能站台上相亲了吗？这整这么整，你说我这心在这都晃着呢。那个大哥大嫂，如果姑娘这么认为，咱就别勉强了，那就不勉强了啊！对对对对对，得讲理呀、对对对。还是缘分没到，所以我们掌声祝福这位姑娘吧。啊，加油加油，祝你幸福。学美容美发美甲化妆摄影到长春蓝梦学校，长春蓝梦学校携手全程热恋，让梦想成真。感谢位于沈阳华府新天地27-1层的秦静婚恋为全程热恋辽宁省嘉宾见面会提供的场地支持。接下来出场的是我们今天的第二位姑娘，这位姑娘来自吉林。对象不要大帅哥，谢谢。啊，对象不要什么？不要大帅哥。不要大帅哥，那9号高副主任不算大帅哥了是吧？不算，因为我感觉太帅的就是不放心。帅哥大嫂、在你们眼里高超算不算大帅哥？也不算怎么帅，我儿子一般人。我觉得儿子在我心目中是最帅的。谢谢妈。谢谢妈。我想问你个问题，他那个牌子是什么时候放在那，是什么意思？解释一下吗？是那个牌子我爹整的。好吧，姑娘我给你介绍一下，你高叔你高婶啊，叔叔阿姨好，开心，知道这关系了吧？知道啊，就是9号高副主任的爸妈，然后呢，爸妈准备的牌子放那儿了，啊，所以你就奔着牌子就去了，是吗？是，看见了啊，看见了哈，啊，我爹怕我冷，我拿抗风。好，来看一下这位姑娘秋月的第一个短片，了解一下。我叫陈秋月。读者对我说，童话里的故事都是骗人的。之前还来过一位幼师，他的偶像是 TFBOYS， 我就不喜欢那种小鲜肉，看不惯。我喜欢那种成熟有质感的男人，我的偶像就是宋小峰和宋小宝。他们不只是我的偶像，也是我找对象的标准，幽默而又对感情专一。我不上班的时候呢，最喜欢的是去联合书城看书。我最喜欢看女人如何有气质这种类型的书，因为我长得吧就没啥气质也不好看，所以我想经常看看这种书提升一下自己的气质，但截止到目前效果还不是特别明显，说话还是提了秃噜的，走道还是栽冷的，这可咋整呢？所以我今天来还有一个问题想问问场上16位男嘉宾，你们有没有什么招可以让我提升一下自己的气质呢？可不可以现场传授一下呢？我看你这个喜欢宋小峰啊？啊，比较喜欢，因为感觉他对宋青莲的感情比较专一，再一个就是挺成熟稳重的。但是我跟你学一段宋小峰，你看行不行？幸福其实很简单，幸福不是开豪车住别墅，幸福是哭的时候有人疼，累的时候有人靠。啊，你咋不笑呢？他问你咋不笑？不是，他学的也不像啊。再一个，我不喜欢你这种类型的。啊，好，好。
这句话可能伤你心的，但我这人就是有啥说啥，比较实在，希望你别往心里去，我就有啥说啥，可能就是都有得罪你了。要不要我说话了？那个你还是别说，我没往心里去，你还是别说了，我不想听你说话，我不喜欢这种类型的。啊！你不喜欢他，你也得让他说两句，要不憋坏了。不像，那你说吧，还是看燕子姐的面子，还是说吧。一号伯爵，美女你好，你看一下那个，我先不问你相不相中我，我给你简单介绍一下我自己哈。我有着像九号一样魁梧的身材，我有着这个像宋小宝、这个宋小峰还有文松一样的气质，然后我还是一个歌舞全才、能文能武的一个人，然后我还是单眼皮，你看我怎么样？怎么样？说实话我不太喜欢你。不是，我这铺垫铺垫这么好，你这咋？因为我这人就是说话特别直，从来说不考虑后果，因为这个吧我也得罪不少人，但我从来不像别人是那么虚伪，但我说的话吧也没指谁，就是说不喜欢就是不喜欢，我也没必要说啊，我挺还行啊，我不带说那话，喜欢就是喜欢，不喜欢就是不喜欢。慢点，不着急，我也不走，就是你这整的好像我要走这等我听不着了似的。没事，我才20多岁，你急啥呀？打比方说你喜欢宋小峰，我哇哇完了咱就不说了，是不是？我最不喜欢你这个哇，我学不上来，你就再整个我学不上来，你个我最不喜欢你的这个哇，我最不喜欢你这个我也学不上来。我还有，换一个，我最不喜欢，换一个撞枪口上了，换一个。我也给你模仿一个比较火的，当然我这个体型不怎么像，然后你看我这感觉像不像？美女，为什么灭我灯？我这心呐，痛啊呀！这个喜欢不？你还是把灯灭了吧，我不想听你说话了，实在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听不下去了，我有点胃疼，听你说话。你看，伯爵反应不一样。你学完了之后，下面这仨姑娘像啊，老像了。你看他就胃疼了啊。那个美女，那你在我临死之前，你再我说句话。那叫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我是一个善良的人，虽然说你对我是那么的绝情，但是我还要给你模仿一个人，啊。你能不模仿吗？我真不想听了。作为一个马即将要离去的人，难道你不有一些念想吗？你没有一点怜悯之心吗？没有，对别人可能会有，但是我对你不会有。不看拉倒，我还没想到你。哎呀，你太费劲了。没想到也不灭。行。我也受不了他了，不行了，我得替女嘉宾那啥，就是清静清静耳朵吧，我不行了，脑瓜嗡嗡的，太能说了，比我这一块太够用了，他太闹心了是吧？哎呦，我该说不说这一块啊，不行了。啊，这第一个短片吧，是吧？来看第二个短片。希望我未来的男朋友呢，年纪可以比我大10岁，都能接受，能包容我的。我爸爸就比我妈大7岁，对我妈妈特别好，我特别羡慕他俩这样的感情。对于彩礼呢，我没有太多要求。嫁妆呢，我妈说给我买辆车，然后车是车，钱是钱，陪送是陪送，但是我要不要到时候再说。因为我还有一个弟弟，我心里总觉得女孩不应该要家里的钱。我这些年就是从来不乱花钱，自己想买什么就自己攒钱，能坐公交车从来不打车。我最近特别喜欢看《熊出没》，我找男朋友呢，就要像熊二那样的，坚决不找熊大那样的做对象。台上的16位男嘉宾，你们知道谁在我心里是熊大，谁是熊二吗？6号王于宁。美女说平时喜欢熊大熊二，对吗？对。那你看我们9号像熊大还是像熊二？当然是熊二。我给你模仿一下熊二的声音好吗？不好。来一个。你把灯都灭了还学什么呀？灭灯不是为了你和九号吗？美女，我灯没灭，他给我拍灭的，我学呀。
不用了，你还是别说话了，我胃疼，一听你说话我都胃疼。腿溜，还是别说了。美女，美女，我再问你一遍，我可以学下熊二吗？不好意思，不可以。那么我再问一个问题，你可以接受一下我的考验吗？接受不了，对不起。啊！绝对啊，稀碎稀碎的。姑娘真是一个都不放过呀！哎呀妈，这家觉得这小伙子全都接不上话了。你就这么整的话，怎么在社会上走啊？那我也没卡着啊。不知道他对待这意中人能是啥态度啊？那个，你要牵手，那你就跟我走；你要不牵手，我永远尊重你的意见。广告回来，咱接着看啊。不是，咱俩成不了男女朋友，也可以成为朋友啊。成为不了，我从来不交异性朋友。哎呀，真的，服了，真为这姑娘叫好啊！是，小秋月啊，在感情上你是绝不拖泥带水，是吗？对对对，从来不藕断丝连，真是干净利索。所以说要做她男朋友，你就放心吧，直接所有她身边的异性朋友，唰唰唰全撅回去了。喜欢就是喜欢，不喜欢就是不喜欢，从来不说还可以、还行，在我这从来没有。好啊，好。哎，我怎么发现这姑娘越斩钉截铁的这么拒绝？你看这些小伙子往上冲的欲望越强呢。今天都有求虐倾向。是七号这黄羊怎么越战越勇啊你？不是，你就这么整的话，怎么在社会上走啊？那我也没卡着啊。燕姐，燕姐，我现在我有个愿望啊，我想听听你跟你那意中人你俩唠会嗑啊，我们大伙卖会单，我看看你俩唠一会儿。都有这愿望是吧？来，九号高副主任。其实老妹儿说话呀，各方面都挺干净利落的啊，真透溜。但是我，没事，我那个，我你咋的眼睛也开始飘了呢？没事，我先说一句话，我不管说你能跟我牵手或者不跟我牵手，毕竟叔叔阿姨都在这，我也尊重你的意见。那个，你要牵手，那你就跟我走；你要不牵手，我永远尊重你的意见。好，老妹儿，你非常优秀，但是吧，我有点接受不了你，因为你太年轻，我太老。我感觉年龄不是差距。你好，或许吧，你不嫌弃我老，但是我嫌弃你小。嗯，成熟。没事，我到什么时候都尊重你的意见。那不好意思了，儿子，灯别灭了。老姑娘都不想你岁数大，上哪难得呀？真的，儿子。不，主要是年龄差距差。没事，那个阿姨，强扭的瓜不甜，还是别强求了。超啊，你有个年龄的限度吗？最起码得24到32吧，24-32，就差个5-6岁中。你说差10岁，王哥。怕有代沟，真是会有代沟。嗯嗯，就是在生活，就是在想法上都不一样。嗯，你不用说，我懂，我懂。你不用说，我懂。没事，没关系，我不再说啥的。我说过了，到什么时候我都会尊重你的意见。谢谢你，老妹儿啊。嗯，不客气。真是好孩子。来，我们掌声送别他，祝你幸福，谢谢。感谢金源种苗的大力协助，金源15抗低温保全苗，金源15抗旱高产一等粮，选好一技之长，买车买房有希望。长春蓝梦学校携手全程热恋，让梦想成真。想了解我们台上嘉宾更多的资料，想和他们互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我们全程热恋的官方微信平台，不但可以免费上节目，同时呢还可以免费找对象。接下来出场的是我们今天的第三位姑娘，这位姑娘来自吉林。大家好，我叫于娇，今年23岁，来自吉林省榆树市。我的爱情宣言是：娇娇抠起来有一套，对我抠的一边靠。啊、对于16号马哥来说，这个又惊喜又惊讶又惊吓、啊、不是你那手咋的？手指盖子长啊？那咋能？光到这儿了呢，就是想让你永远记住我，记住没有？没记住。
我叫于娇，记住没有？没记住。再问你一遍，我叫于娇，记住没有？没记住。你俩都挺倔呀，一遍一遍问，这边就是没记住啊。来看一下我们这姑娘的第一个短片，于娇哈，了解一下。Hello， 大家好，我叫于娇，我今年呢23岁，然后呢，我的职业非常神圣，就是让你来我家睡觉。嗯。哎呀，你一个人啊？怎么上我家待着去？我家可得劲儿了，骂你呢。大哥呀，住店不的呀？我家可得劲儿了，这死还得上我家住去呗，行不行啊？大哥，你上我家住去呗，我们俩可好了，可得劲儿了。你干啥呀？嘿嘿，没错，我家就是开理店的，在宜盛市铁北路城南宫连锁斜对面。环境可好了，贼舒服，贼得劲儿啊！我带你们看看去，走，环境可好了，走。看看，这就是我住的地方，我就住在吧台。然后呢，我再带你们上我家那个客房看看啊。这有家客房了，然后呢，我家是灯有点暗，对不着嘛。还有就是我家这个床单啥的都是一次性的，我家在榆树环境是最好的，最干净的。然后呢，我每天都宅在家里，我妈还说我抠，抠，死抠，每天就不是把钱藏在这儿，就藏在那儿，洗衣服了，或者是说你收拾包了，肯定能翻一钱。每天除了买菜的，上超市就买大架子、花架子，然后下架的那种便宜，然后买的水果都会一顿都会破烂，没有好，便宜，死抠。看这多好啊，一顿还能吃了，这么大的一顿还吃不了，还使着会这个，你看多好啊，这不也挺好的吗？你看每天直播200块钱进账就够我零花钱了，上门给人美甲接睫毛，这就又来钱了，来钱道还多呢，还能做一场，我这藏了不少小金库，这类钱的都得偷我攒着，要不然该让我爸发现了。我这人实在也不是咋的了，总有一些很久不联系的朋友啥的就给我打电话，突然之间冲我借钱，然后借完了就要不回来了。开门，快点儿啊！为了避免再往外借钱，我也有招了，然后到现场可以教你们。还有件事就是，你们有空都上我家睡觉去啊。几位号码哥，你短片里边说什么？借钱就时间长不联系的人管你借钱你就借啊，完现在咋的不往出借了？不往出借了，要不回来。要不回来那拿呗，你看我能不能借出来吧？就我管你借钱，就实际上时间长3年没联系了，这俩完了、我就突然间有一天，我就给你打个电话，完了就要管你借钱。嗯，打吧，打电话吧。喂，你跟哪儿呢？在家呢。哪吃不吃饭呢？我吃完了。那你晚上饭不没吃呢吗？我减肥。一会儿我买两张电影票，完了咱俩看会电影呢。你花钱呢？啊，我花钱。那行。啊。完看完电影，咱俩这小酌一下吧，找一个小酒馆。也是你花钱，行。啊、我花钱，这都是我花钱。行。完了，电影看完了，完就吃饭这功劲儿，我得跟你吱声啊。哪玩意儿？吃饭钱没有呢？什么？吃饭钱。没有呢，咱俩你要是借我点钱，我想管你，就请你吃点饭。你没有钱要冲我借钱啊？就是借。你知道吗？我现在我也没有钱呢，我天天我没看我都不吃饭吗？就是没有钱，我天天我就馒头完吃咸的。3年都没见了，你说你还跟我苦什么熊啊？这一圈人都知道，现在就你有钱。你说吃顿饭也能多少钱？百八的，是不是？我没有钱。啊？就开始哭穷是吗？我现在过得可困难了。那你现在都困难到啥程度了？你跟我说说，我得同情，我才能知道你真没钱呢。原先我180多斤，现在140多斤，你说瘦啥样了都？啊！那个娇啊，我给你介绍一下啊，有要借你钱的了，这是你高叔和你高婶儿。刚才你叔和你婶说了，孩子太困难，他们想要借给你钱。不去，说实话了是吧？哎呦，这个小财迷呀、啊，他把钱把的可真严实啊。对，就不缺钱但不借。你看刚才我就说，我说借钱，哎，我可穷了，我穷没钱啊，可穷了，我自己在这念叨啊。那个大嫂啊，我想问一下，你在家里也这么抠吗？他不抠，我抠。
我不像他们说的那样说是偷了钱啥的，他一花钱我就捣鼓他。那一般你家钱都是大嫂花？都他管，都他管，大钱小钱都是。嗯呐。那大哥，你一个月零花钱多少啊？我比王兄还少呢，一块不给。不给你钱呐？给我没用，烟酒都是人家供的，啊，没不用花钱。他给我打工的。打完工回来钱就一交完事了。啊、哦，呀呀呀呀！他不会理财，你看看，那以后那个谁儿子找这个儿媳妇，你打算让家里谁那啥谁做主啊？谁管钱呢？那就得儿媳妇做主了，我们俩就不用他们谁管我们了。啊，就是高氏家族的传统，是不是？那看来挺适合找个这样的。就以后要牵手了，你打算给你老公每个月零花钱多少？没啥事就别花了，这样才能过好日子。哎呦，你看看啊，给八块钱都多了啊，这也是一种幸福啊。是的，是吧？不操这心，这也是一种幸福啊。来看第二个短片，继续了解一下。我妈说我长得胖，像大缸似的，然后说我必须找个高一点的，然后我也觉得我应该找个高一点，要不然的话，个矮的话，在我旁边不跟小鸡崽子似的吗？台上呢有我喜欢的男嘉宾，然后我也一直关注他，他呢有一点强势，有点不正经，然后还有一点长得磕碜，不咋好看。偶尔呢他还会提起他的父母，然后呢他还跟我们榆树有过交集哦。我也喜欢笑，正好他也喜欢笑，让我俩笑笑特别有特点的。很多人都跟他表过白，但是他没跟别人留过灯，所以代表他不花心。我喜欢经常显出王者风范的淡定，我喜欢能折腾能干，然后还不闲着，我特别喜欢好打抱不平热气场的样子，我很喜欢。我觉得他就是喜欢那种独立的靠谱的孝顺的有想法的，脾气还不能太蔫的，我就是他想找的那种人。如果抢人不犯法，我今天就是来抢你的。都是榆树的，你知道我儿子得考虑了。好，我考虑考虑。啊，都是榆树的。了解了解。啊，了解了解啊。来，千二黄呀。其实你说那些，我感觉跟我也挺符合的。你也榆树的。我就差这树这嘎子，我不光跟榆树没有啥交道，我跟杨树也没啥交道，就差到这嘎子。其他哪儿都合适，哪其他我感觉其他那几点我都挺符合的。你看咱这个头够用啊，就是。啊，个头够用，还有呢？啊，还有他说的那几点，我感觉可能是我这也挺符合的。啊，而且这个小姑娘，我瞅的胖搭的挺好，还挺旺夫的。好，哟，娇娇咋现在？娇娇怎么了？这是？我不知道你之前选择那谁啊，你现在兴许改主意还赶趟，因为你把缘分天使给马哥了。想说点啥？小伙一对你示好，你这话筒都快搓下来了啊，你想说两句吧。请出意中人，请出意中人。多尴尬呀。好，原来这姑娘是有备而来呀，直奔马哥。我给她准备礼物了。好，最后这一个姑娘高副主任又灭灯了，到底咋回事啊？咱回来呀，接着看。干啥呀？这回记住了。嗯，站在男神对面了，想说点什么吧。我给他准备礼物了。哦，要到，然后一见到钱就想笑。好，
缘分天使，哎呦，姑娘，你是因为看到那个牌子了吗？没有啊，没有没有。你看到那个牌子了吗？你现在？我看到的挺想笑的，求带走啊！就是，我是来解救你的。哦！我不管你看没看到这个牌子，反正缘分天使给我了，我感觉有戏，咱俩有戏呀、啊。好，你有可能，你有可能就是圆上我爹我妈这个梦的一个人呢。哎呦，谢谢谢。立秋啊，反正给你介绍一下啊，你高叔高婶儿。叔叔阿姨好，老姑娘好，阿姨好。哦，不是大嫂子，你叫什么？老姑娘好。直接就老姑娘了，大哥，你儿媳妇好。那个立秋啊，刚才那个你叔和你婶都说了，就这一轮甭管你俩同不同意，反正到最后抢也要把你抢走。对，这话是有，这话有，压力更大了啊，有这个决心啊啊，你别有太大压力。好，随立秋来看一下他的第一个短片，了解一下。大家好，我叫随立秋，今年28岁，我老家是黑龙江拜泉县的，现在在长春生活，我是一个财迷。我的工作是摆弄钱儿，我是一名会计，目前在我哥工厂管账，我的爱好也是摆弄钱儿，有钱入账我就嘴儿都合不上，有钱支出我的心就嘎嘎疼。我就是一个财迷，有一毛就想着其他9毛从哪儿划拉来，存起得有点年轻人的样。前几年他开了舞蹈学校，我入了股，他没事就让我去学舞蹈，说让我换换我那老年人的思想。你们喜欢我的另一面吗？我怎么忽然发现9号高副主任的灯灭了呢？是叔啊，那啥，他那灯，这我要拦两句。他那灯刚，我一直瞅我儿子，可能那灯有毛病了，自己灭的。是是啊，灯隔夜灭的，我一直瞅我儿子，没动他。没有嘛，这是我灭的。干啥呀？是。哎呀，这眼瞅着这高叔又要急眼了，这高副主任又少不了挨训了啊！人家主要是太优秀了。那几个孩子，我跟你们说一声，对不起，你们还有都是机会，啊！今天必须带走儿媳妇的心愿，老爷子到底能不能实现呢？广告之后，哎，马上回来。给你们点时间，给点机会。不，大哥呀，人8号、12号、13、14都亮着呢，还给不给他们机会了？不想给了吧？那几个孩子，我跟你们说一声，对不起。因为啥呀？因为我这吧岁数也大了，我儿子也够岁数了，我就着急呀，给说个人媳妇回家呀。你们还有都是机会，啊，真的。这个高哥，你要说行，这灯就给你了；你要说不行，我就叭就灭了，我跟高叔吃烧烤去了就。啊，谢谢啊！这灯先给大哥留着。啊啊、哎呀！就必须得旁边得有兄弟帮忙啊！你可以再考虑考虑。这是第一个短片，来看一下第二个。其实我参加这个节目，觉得有一个男嘉宾跟我很适合，这个人特别能赚钱，特别能折腾，让人知道了。这是个秘密呀！啊，这是个秘密。来，14号赵坤。美女，我就想知道这个秘密的人是谁。等一会儿。
先问一下九号王晨，发生了什么？没啥，我就是那个我高哥人不错，完感觉姑娘确实瞅着像奔高哥来的，成人之美嘛，我看我是没戏了，然后希望这个临了前能撮合一对，也聊我高叔高婶的心愿，也聊我吃烧烤的心愿啊。高副主任，你想说点啥呀？我后悔了。我现在目前的灯是亮着的，我这符合咱们节目组规则，我有上台表白的权利。我们也就睁一眼闭一眼了，你要上台，你说你符合上台表白的权利，那你也是以王晨的身份来表白的。名是谁的无所谓，人是我就中呗。但是我觉得你有点太过于自信了，因为这场上还有可能是伯爵呢，还有可能是十六号马哥呢，对不对？高大哥咋看呢这事儿？你分析姑娘短片里说那个能是谁？估计情况看这样就是我儿子了。我儿子这回那个做的要妈挺满意，灯虽然灭了还能找回来。没灭，亮着呢，亮着呢。对、哎、神你神，你这事儿你得提我，你不能提你儿子，对不对？哎呀，我忘说了，谢谢你啊，等一会儿吃肉串的时候先给你公包。那个大哥大嫂别着急啊，这边还有竞争对手呢，我看好几个情敌。十六号马哥，你还有机会啊？有啊，虽然是灭灯了，但是刚才那上一个女嘉宾不也是吗？灭灯了、啊。你打算也跟谁串一下吗？我这。哎，队长一个，队长一个。哎，十三号李博，我必须让你说两句话，你来。关键我这灯吧，一直被我高哥留吧。啊，因为那个在八号那个王哥一直那个他离高哥是最近的，我万一我怕那面所有的兄弟都灭了，我这灯必须给我高哥留着。谢谢你弟弟啊！来来，马哥，马哥，大哥，大哥，大哥没搁家。那啥玩意儿？啥玩意都不好使，就不给你，我还不灭你，那人家相中还不愿意领走了，这玩意儿梦想需要有，万一实现了呢，对不对？不是你那啥玩意儿，你能不能就是？而且我始终相信一句话，人长得丑没事，万一碰到那瞎的呢？就不换。不是，关键人家不瞎，你就是商量商量，咱俩换呀，万一是我咋整啊？人姑娘一句话没说，这家给你们闹的，这家乐的不行了。不行，我发现这一遇上好东西要抢啊，都问。那是这一家三口抢，那个灭了还抢，没把我放在眼里，这是。不给。咱俩不商量你吗？那个伯爵哥，我劝你就是小心点，那个我看高叔眼睛那个杀气腾腾的，真是我感觉最后一期了，犯不上。你说都是为了这个好事儿，你说红事儿变白事儿，你这真是，我告诉你，我高叔一瞅这个为他儿子这个娶媳妇的事儿，我感觉啥事儿都能干出来。反正我是这么想的，第一呢，人在花下死，做鬼也风流。如果要真是相中我呢，我就跟他走；要没相中我呢，我们俩就一顿下去，我就当陪伴我兄弟了。毕竟这么长时间也在一起，也风里雨里走过一段时间。啊，然后我寻思他走的时候他不让我送，那更可惜了。完我就顺便我就跟他下去就得了，完上相中我就跟走了。孩子，你太优秀了，奔你来的太多，都在后边呢。那最后一期了，这么的吧，这个长辈为先，我是小的，咱这么的，灯呢我就灭了。好，爱是无私的，无私的。对，爱需要奉献，但是爱一个人也必须要在自身安全、身心健康的情况下付出。我就觉得今天这火药味太浓，所以说我灯就先灭掉。八号高副主任有意见吗？现在只有你自己的灯亮着。我没意见。嗯、掌声有请八号高副主任。全程热。就是他，耶！
谢谢你兄弟啊。你一出来高副主任的心都悬起来了啊。我觉得姑娘你还用不用正式的来给我们揭晓一下答案了啊、哦、是不是、嗯、对对对对对对。那姑娘你短片里究竟说的是谁呢？这神秘礼物拿上来呢，这结果揭晓，哎，高副主任是终于圆了他爸的心愿呐。我儿子今天能把对象领回去是我最大的荣幸。到底是发生了啥？哎，咱别着急啊，马上回来。前程热恋第十二季全新回归，清纯大气可爱性感，各种类型的鸭蛋个个好看，还有四大战神又回来了，双击评论六六六啊啊啊！我这二十来岁眼瞅快三十了，都得给我老脸干通红。新添加第二现场带给你意外冲击啊！想看不一样的全程热恋就在下周。其实我还有一个小礼物想送给你。哦，那还用说这个短片里的这个结果是谁了吗？这个人是谁了吗？还准备礼物了是吗？对对。哦呦，来，我们来看看礼物，是你去取还是莲哥？莲哥吧。啊，来，莲哥把礼物送上来。选择我不是出于压力，希望你选择我是出于心意。好，我选择你不是说我或许会有压力，因为你太优秀了，但是你给我的压力将变成我的动力，我将更加的优秀，更加的做好自己的事业，更好的孝顺父母，更好的善待我的亲人朋友，更好的去呵护你，因为我如果不拿一颗真心对待你，恐怕我之前的三十年白活了。思考。坚守成功的男女嘉宾将会获得由吉利省环球国际旅行社提供的港澳豪华五星级。让我们和环球国旅一起旅行吧。